开电影了，来补机位啊。我姓张，从江武堂出来，正碰上军阀混战，天下大乱。没打中，让子弹飞一会儿。我只得浪迹江湖，祸从口袋。时间，人，谁？我一点 ，ridiculous， 爸，车不应该让人吗？这是北平。为什么西方男人总喜欢胡搞？绝不压正。而东北男人总想成大事儿。咱心里干净，心里就没自己，只有反清复明大事业。东门宴，凶多吉少，杀人诛心。我说什么东西呢？这是我师承。这活办得真麻利，像真的吗？像。要是有人再流点血，就更像真的。对。去碉楼，拿回你们自己的东西。娶我，我也真心不想活了。真心在这儿。这辈子真心喜欢过谁？我喜欢上了个姑娘，就一直跟着她去了她的家乡。他还说会在路的尽头等我，那不是胡说吗？这路有尽头吗？他家乡有个湖，夏天总是跟着他在湖边散步，看日落，好吗？看日出。后来呢？张，你上山了。对了，你唱我马屁，是得空竹我马了。我马一屁不出发，发用七嘴空咬腰。跟他说，在湖边上等。就算我万一回不来，我的灵魂也穿过大山，穿过森林。穿过大海，到湖边去找你。